嗨，欢迎来到走火入魔啊！不知今日你哋入咗魔未呢？忙咗一段时间，终于有时间拍片啦。今日要搞个模型呢，就是拖咗好耐都未有时间搞嘅呢个 Iron Man 嘅 Mark 50啦。呢个年头出嘅模型，我依家先嚟拍片，确实系有啲 out 嘅，所以呢，喺视频嘅尾段嗰度咧，系搞咗多少噱头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留守到最后那边，我们又来做个例牌的动作啦，就是先将片呢什么剪晒出来处理了先的。如无图的模型呢真的越出越碎，尤其是红色的件，当我剪晒一堆在那里的时候，一看哇好像切碎了一堆辣椒那样。过后呢就分析咗边啲件可以砌咗先，同埋有啲件呢係唔需要上色嘅呢就分咗去摆埋一边先。所以建议魔友们呢准备多啲啲盒仔，但係方便呢你哋分类嘅，同埋啲辣椒碎呢都冇咁易见嘅。好啦，所有材料都准备好，我哋可以开画，係开油先啱嘅。相信大家都知道大马是一个雨量比较多的国家，空气就比较潮湿的，所以呢在我喷漆的时候呢很快那个喷笔的隔水 filter 呢就顶不顺了，我就预备了多几个隔水的 filter 呢，就喷漆喷到差不多的时候呢就不 filter 的，这个是一个治标的方法啦。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提议可以解决这个空气潮湿的问题呢？希望各位前辈可以在这个留言那里指点一下的。佢今次虽然呢件咧做咁碎咧，但依然仲系有啲位咧系冇分到色，系需要我哋自己去分析嘅。每次噴漆到呢个阶段嘅时候咧，都会心跳加速嘅。如果有咩闪失，就前功尽废啦。I got something to prove. I gotta take what I hate and finally make a move. I think of you and all the shit you don't do. Well, I'ma make hella sure that I don't become you. Ha!
have no regrets, yeah, I'll tatter my chest. I'll never forget what it's like to be in debt, babe. Stabbed in the back, babe. 在这个 Mark 五十呢，他给了这个盈康水池都几良心一下的，因为他贴纸每一个编号呢，他都有 spare 多两张给你，所以呢就不用怕贴错了。还有他这个盈康水池的盈堂呢都觉得几实用一下的，又剩下那些呢可以涂回在第二些模型那里用。在拍贴水贴的时候呢，手机的容量呢就满了的，所以呢只拍到一细段而已。依家就测试呢个荧光水贴俾大家睇下，其实个效果咧就麻麻地啊，个发光嘅亮度咧就唔系话好光嘅啫，不过有当然好过冇噶啦。这支炮呢它只是给一只的啫，于是乎呢我就去了这个 Mark85 偷了它那把过来。 Do it, you shoot my guy and I'll blast him. Let's go. Do it, Quill.好啦，展示完的门面嘢之后呢，依家呢我就攞我啲私火嘢 show 俾大家睇嘅。搞开御舞道嘅 Iron Man 呢都知道佢架撑多㗎啦，所以呢我特登整个盒收佢啲架撑嘅。唔单止咁喎，佢咁多架撑，啲架撑就整到咁靓喎，唔可以展示出嚟係真係好嘥嘅。於是我就設計了這個背景板，讓它可以將所有架撐一次過展示出來的。We'll be right back.
展示呢个背景板呢个 Mark50 嘅配搭，唔知大家觉得点样？如果有收藏呢个圆弧道嘅 Iron Man 嘅朋友有兴趣想用呢个背景板嚟拉摄你嘅 Iron Man 嘅话咧，就可以喺呢个 description 度揾到条 link 去购买我呢个 3D 包打印出嚟嘅。冇 3D 打印机嘅朋友都唔紧要噶，因为依家市面上其实有好多 3D 打印嘅服务噶，加上 3D 打印咧，依家都系好普遍咗噶啦，所以可能你身边有一两个朋友有 3D 打印机都唔出奇嘅。又或者你就变成一个有 3D printer 嘅朋友啦。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你这个人真是拿你没办法。3D 打印机。以目前嚟睇 ，3D printing 肯定系未来嘅趋势嚟嘅。早一步踏入呢个领域，这可以帮你先进人嚟多一步嘅。我呢度有几架 3D printer 可以介绍俾新手嘅，就系、是、呢个 AnyCubic Cobra、Creality Ender 3 嘅 S1 同埋 S1 Pro。呢几架机内装有呢个 Auto Leveling 嘅，同埋安装程序都十分之容易。一开箱只需要跟说明书，大概花15分钟左右来组装，还有做一些简单的 setting， 就可以即刻投入打印的了，相当之方便的。无论你是用来创作或者爱好来使用呢，都十分之适合的。想买 3D printer 的朋友，现在就是机会了。为了庆祝我的频道超过1000订阅，在这个10月份内到我的网店里面购买任何一款 3D printer 都可以得到这个50%的折扣的，只需要输入 KAI2I3D1K 就可以得到这个优惠了。这个优惠的有限期间是一个月的。当然有些人会说，我都不懂 3D， 买架 3D 变得来打鬼咩？其实大家是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因为现在在市面上呢是有很多这些可以购买 3D 档案的这些平台，是可以买到你想爱的 3D 包来 print 的，里面有些包甚至乎是免费的。不好意思，一下扯远了，我们回到这个 backdrop 的话题了。不单止是这个圆弧度的 Iron Man， 这个背板呢还适合用在其他模型那里的，所以我将这个 Iron Man 的配件和这个背板分开买的。如果不是用来 display 这个 Iron Man 的话呢，你就没需要买这个 Iron Man 的配件了。跟着下来我还会再推出其他种类的配件，来给大家可以用在更多不同种类的模型的。整个背景板是用了这个 3mm 和 5mm 的路口的，所以就算斋买这个背景板，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模型的配件应该都可以装上这些路口的。例如这个 30 minute mission 和这个 30 minute sister， 他们用的接驳都是 3mm 的这个圆柱接驳的，所以只是斋买这个背板，没有任何配件都应该可以 display 这个 30 minute mission 和这个 30 minute sister 的模型的。同埋呢个背板的设计是可以无限 extend 的，加上在将来会推出更多呢啲配件和不同的呢个 adapter， 可以令佢有更多的变化的。好啦，今日呢条影片就到呢度为止啦，希望大家中意啦。如果大家有咩意见同埋有咩谂法，都欢迎留言大家嚟讨论讨论嘅。要支撑一个玩具模型频道咧，系真系唔容易嘅，真系希望可以呃到多少 like 同埋 subscribe 嘅，同时间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啲 3D 打印嘅产品嘅。好啦，我哋下回再见，拜拜。